但如果我 feel 到，譬如去到嗰個現場，你會望下究竟邊啲男仔係會比較容易啲鹹濕啊？鹹濕啲嘅，咦，有一睇嘅咩？講嘢就會咧有身體接觸啦，佢一有第一個接觸，就會有第二個接觸，就有第三個接觸㗎啦。咁你點樣四兩撥千斤？我有三次機會嘅。嚇！哦，係啦，我有三次，唔係咁樣，係咯，唔係好想知道。唔係，即係可能一嚟佢已經係嗌，即係我掂下你，咁樣佢會摸下你啊，啊你，你已經 feel 到嘅時候咧，你仲覺得事不過三。咁我亦都望到佢對其他女仔咁樣做嘅時候，咁呢個都接照攤落去嗰三次噶嘛。哦，即係其他都即係唔係一下兩下三下咁就叫三下。咁然後當我留意到佢有呢個行為嘅時候咧，佢再同我講嘢，我就會好正經望住佢。我想你喝醉了啦，我想你喝醉了，即其實他摸了我，他知道嘛，我想你喝醉了啦，麻煩你不要再跟我講嘢，跟住我就會擰翻過去啦。咁真係試過有一次去那些宴會咧，我真的咁樣跟他講完，他第三下再嚟在我背脊，不知點樣，即係好核突嗰種摸噶，唔係真的咁樣摸一下或者咁樣搭嘅，即係唔係搭膊頭，你會覺得很核突嘅嗰種感覺。跟住然後我就揈開個手咧，佢就成個人。向後褪了幾步，跟住然後啲人就問：做乜事啊？我唔係就咁撥開噶，我係大力啲，係俾大家都睇到你摸我啊！嗯，即係我要全部人都望到你摸我咁樣，俾你知道你唔應該，你下次唔會再咁樣做。咁但係我自己即係曾經係試過一次係咁樣咯。今日呢日出街，第時人啲一望你，我知，即係第二個就我 OK， 我好清醒啊！正啊，不必要咁走，走先啦，走先啦。晚吹有酒，今晚吹，星期一晚11:30 ，Feel TV。